木南，你干嘛？我送你回房间。我不回去，回去也是一个人，在这也是一个人，这还能喝酒？你已经喝多了，不要再喝了。你不要管我，要不然你就陪我一起喝。你为什么总是管我？ 你知道吗？我和沈迷三岁就认识了，就在我们三个人见面的那家小面馆里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大人们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，就这么想。 他们总说我和沈迷是一对，将来是要结婚的。所有人，每一个人都这么说，直到现在他们还这么说。我承认。 和沈秘结婚，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在所有人的祝福下说出我愿意，这个场景在我脑海中已经出现了无数次。嫁给沈秘，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。 好像他回来之后就一切都变了。回来，他去了哪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最可悲的是，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。 记得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，遇到不会做的题，我就会特别特别的烦。知道我是怎么解决的吗？你这样的人，博士哎，还会有不会的题呀？博士，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我只是比一般人更勤奋一点。好。 你说，闭上眼睛，相信我，闭上眼睛，右手给我。 你现在开始想，你此时此刻最烦恼的事情，越具体越好。现在想象着，将这些烦恼用力地握在手里，越紧越好。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步。 用力地向天上扔，啊！快！可以睁开了吗？
睁开吧。看到那颗星星了吗？嗯。你此时此刻所有的烦恼都被扔在了那颗星星上，它现在离你有几千万光年的距离，这辈子它都不会再来找你。怎么样，心里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幼稚。今天就允许我幼稚一回。多希望时光倒流，回到故事的开头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，你也会突然想起我。送给你。至少你还记得我，哪怕只是生命。放心，不是戒指。的过客，哎，我要饿昏了，人去哪儿了？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。卡罗，卡罗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算了。卡罗，我好饿呀，你也没给我留一点儿啊？抱一下。哎，哎呦，你饿不饿？嗯，我真的太饿。那这俩人去哪儿了？啊？背着我约会也就算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他们想干啥？吃的回来了，来吃吃，快来什么？大叔又回来了，有吃的吗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打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你们两个想干什么？我都要饿死了，竟然一点钱都没有了。你吵死了！我吵什么？我饿呀！我一天没吃吧，我晚饭也没吃。不会点点啊？我哪有钱啊？挂房账会不会？我信用卡怎么封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怎么这么多人在咱们医院门口？中间我打电话问一下。田佩兰，医院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？医院出事了，快被人拆了，你赶紧回来，赶紧回来。什么？